盘丝死了啊，吃多领防御吧，龙宫单秒，我骑塔等慈航。宝宝输出太高，我操，怎么又过了呢，大哥？强行拉起盘丝，马面打自己加一点愤怒，连击加了两点愤怒。哎，我操！马面打我触发了套装，操！马面打我触发了套装，兄弟，我马面 A 自己 ，A 着自己 ，A 着自己触发了林中鸟和套装，然后给又他妈冲对面怪去了啊！妈的，这个死啊，真的是真的想不到，你知道吗？啊，不是故意的，我也没想到原来还有这种死法啊！马面打我触发套装，给对面怪打死了啊！我还以为是龙宫呢啊！属实没毛病啊！